陈小旭扮林黛玉，与张立扮薛宝钗，谁的颜值更高？老照片见证玄机87版《红楼梦》是难以逾越的经典。陈小旭扮林黛玉，张立扮薛宝钗，均是影视上最美的角色，无数翻拍都无法超越。两位佳人，一位柔弱脱俗，一位高雅大方，各有各自的魅力。那么看完陈小旭版林黛玉与张立版薛宝钗珍藏的老照片，你被谁惊艳到了？一、陈小旭版林黛玉。陈小旭是典型的古典美人，她是87版《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扮演者，也是《家春秋》里梅表姐的扮演者。她的容貌与气质都非常符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更是凭借这位角色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人们千家万户中那个读着葬花吟就能让千万观众落泪的那个女演员。她生有倾城之姿，一颦一笑皆是灵气，她演活了人们心目中那个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二、张立版薛宝钗。1983年，张立陪好友去参加红楼海选，意外被导演相中，最后提升为《红楼梦》的女主角之一薛宝钗。张丽的气质以及美貌非常符合小说中薛宝钗的那种高贵美，艳冠群芳，真的是雍容富贵花，人比花娇貌。她把温文尔雅大家闺秀的宝姐姐演绎得入木三分，在人们的心中，张丽就是薛宝钗，薛宝钗就是张丽。他在戏里完美的诠释了宝姐姐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惊艳众人。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